绝对可以，你聘请任何职员都可以，而且你聘请残障人士，你还可以有 double deduction。 打个比喻，他的薪金是2000，那么你扣税是扣4000。不过记得，残障人士需要福利部证明他有一个卡或者一些证书证明他是残障人士，那么你才能够扣除。